是把对刘爱一半的心思拿出来对我这兄弟，我都满足了。别跟我扯啊，等你娶媳妇儿了，你肯定比我还过呢。这可难说，我就是有这心思，我也没你这手艺啊。再说现在谁还跟你似的自己给孩子打床？我这叫爱好，知道吗？赶巧了我就会那怎么办啊？你看那商场里那童床卖那么贵，那不是坑人吗？而且我早就看出他设计上有漏洞，我要做比他强10倍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对孩子一个心意啊。行，你厉害啊，我永远都说不过你。来，你看看同志，来。啊。哎呦，你这床设计的可够精密的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特工呢。有点意思吧？哎，我有一个小想法啊，等你这床做好以后，能不能把我名字刻上，也算是我这干爹出份力啊。一边干着去啊，想要孩子自己生去，别占我们家孩子便宜。那你多少也得表示一下吧。老师不早说了吗？请你吃饭，自己挑地儿啊。那我可得挑顿好的。行行行，但不是今天啊。我现在正在兴头上，别影响我创作啊！改日，过河就拆墙。哎，齐了，开工。怎么样？今天有什么情报？有什么情报啊？那个变态助理第二天就把那前台给开了，现在也没人能帮我了，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在地库门口堵着。你怎么堵啊？万一他撞着你怎么办？他撞着我，他不就停了吗？他停了，他就跟我说话了。哎，那发邮件呢？不行，那邮件肯定他助理都先过一遍。那寄快递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们这样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、啊。你说他万一出差了请假了，我们这哪一天是个头？你要真想帮我，你去帮我找个图纸行吗？什么图纸啊？就这大厦的地库的图纸。Thank you.
苏先生，现在可以点餐吗？稍等。好的。去哪儿啊？联系不上你，以为你丢了，找找呗。这我还以为你要准备回家了呢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这堵车呀，而且我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。用的一轮玫瑰？行家嘛。怎么用这么成熟的香水啊？我就好这口。吃什么呢？餐厅啊？墨西哥菜。这么冷门？我就好这口。墨西哥芝士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菜都上齐了。我面前这个菜还挺精致的，不过就是看起来没什么食欲啊。我看你刚才点菜的时候挺来劲儿的呀。你是第一次吃墨西哥菜？对啊，我是第一次吃墨西哥菜。其实我对墨西哥的印象就只有加勒比海，菜我就没研究了。这不像你们呀，总吃这种高大上的东西。行了，别谦虚了。你也是满世界跑的人。得了吧，哎，你尝尝你面前那个牛排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我从来不吃这个。啊？你不吃牛排啊？行了，别装了。我装什么了？你点的这桌子都是我爱吃的菜，你也知道我爱来这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吗？我是想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在飞机上，你故意把我关在了洗手间里面。下了飞机又接我回家，故意迟到半个小时，点了这一桌子我爱吃的菜。可惜你漏掉了一点，我对着洋葱过敏。你觉得这样有劲吗？对，没错，这一切全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。我还人肉了你邹凯所有的兴趣爱好，我现在对你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。够坦白啊。你们男生不都这么追姑娘吗？我反过来不行啊。你还真的跟别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你邹凯身边不缺姑娘，但是像我高蜜这么坦白的恐怕一个都没有吧。你觉得你就靠这点小伎俩就能追到我？姑娘，我还真累了。墨西哥菜呢，我吃不惯，我也不爱吃。我现在要去撸串儿，去不去？
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间，飞呀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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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干杯。给我给我给我，这个不适合你。这种东西啊，反正，大少爷用这个吧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喜欢我人多还是喜欢我钱多？你呢，符合我的择偶标准，高大体面多金，长得还说得过去吧，就是脾气臭了点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长得还说得过去？还算帅吧。既然你这么直接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你知道我找女朋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吧？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考虑清楚了。我要是不想结婚，我干嘛费这劲儿啊？我觉得跟你聊天，我们三观还挺合适的，估计相处起来应该不困难。我吃饱了，记得买单。不是你说你请客吗？对啊，我请客。你买单啊。看什么看？上车啊！我帮你。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的呀？您都把我给人肉了，还不行我调查调查你啊？都快结婚的人了，不能知道你住哪儿？谁说我要嫁给你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不敢呢。光说谁不会啊？因为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哎，直接定个日子吧。3天后，你敢吗？行。我让秘书去查查档期。哎，我发现你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你一个大老板，你不用上班的呀。当老板的好处就是想上班就上班，不想上班就不用去上班，不用向任何人请假。哎，你往哪儿开？机场高速往右转。直接去挑婚纱。哎呦，我没时间跟你斗贫，去晚了飞机飞走了我就麻烦了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。
睡觉啊？我跟你说，孕妇得早休息。安静，快睡觉了。干嘛呀？你是不是难受要吐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早就准备一桶在这儿了，是不是很英明？来，我不吐，老公。你不吐是不是就是想吃东西那种？要不我去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麻辣凉面，你等着啊！哎，别啊！别去了，我不想吃。不想吃？嗯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最爱吃了。真的不想吃。哦，那你早点睡吧。啊。嗯，好，睡吧。你也累了一天了。啊、嗯，你没事是吧？没事。好，来睡觉。起的可真早啊！媳妇想吃。20。对老婆这么好啊，现在可不多了。那您先稍坐。一份麻辣凉面。哎，媳妇儿，来，赶紧的，我给你买了麻辣凉面。买什么？麻辣凉面，昨天晚上你不念叨半天想吃吗？我特意跑出去给你买的。我知道啊，不是你想吃，是宝宝想吃。啊，那你吃啊，我懂。我不想吃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那里边一看都是地沟油，我不吃。啊？地沟油？你可一注意。喂，谁？你是谁？哎，陈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真没想到陈小姐您能约我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？急什么？我不约你出来，你也不在我们公司楼下待着吗？说实话，你这么轴的人我还第一次见。那个陈小姐，那是不是邹总他愿意见我了？要多少说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把这单抢回去吗？比格斯这单给你多少提成我双倍给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看来我之前没想错。明白了明白了，你们这事儿里边不少猫腻吧？这跟你没关系，大家出来都不容易，你给我行方便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是这样，陈小姐，我确实很缺钱，我缺好多好多的钱，我恨不能我现在就把我那肾给卖了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想明白了，你们这是昧着良心的借，你就是给我多少我也不要。那你以为会让你见到周总吗？听说赵总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而且没剩几天了。
你觉得到时候再见到周总还有意义吗？想问一下，飞机还有多久降落？这位女士，我们的飞机还有45分钟的飞行时间。谢谢。发现这两天皮肤啊、气色啊、精神状态啊都特别特别好，人呢也特别特别美，就像有一股力量由内而外的迸发出来，在物理学、生物学等所有学科的。行了，说人话。恋爱呀、我跟谁恋爱呀、哎呀，起开起开，别没劲啊，搞定了也不分享一下。谁啊？装，再接着装，哥们真服你了，真能装。你说邹凯是吧？我警告你，现在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，一提我就来气。3天前还说跟我结婚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结果呢？我昨天给他打了一天电话，发了一天信息，他根本就不理我。有一句话说得好。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都不能相信你们男人那张嘴。哎，这老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，谁招的？你找谁去啊？你小祖宗我不 care， 我就把他当作是个考验吧。很可惜，我的男神没有通过我的考验。嗯，换个心态。天涯何处？孤芳草，您就非带潜藏刀，好好给我收拾。再见，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，再见，请慢走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，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，再见。打扰一下，这位先生，我们的航班已经降落了。先生您好。港明小姐，愿意嫁给我吗？别闹了，干嘛呀？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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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周总，别闹，快起来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我知道你认为我高密好面子，刚才呢也给足了我面子。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，至少比我想的仗义。这样吧，以后有机会我请你撸串吧。等一下。干嘛？这订婚的戒指怎么能说摘就摘呢？既然戴上了就别拿下来了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三天之后结婚吗？我想着结婚肯定是来不及了，但是这订婚求婚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你认真的呀？嗯。不是，你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故意的。故意的。要不然怎么给你惊喜啊？明天就去登记吧。啊？怎么害怕了？你可是当着你同事的面答应我们的求婚。回来，我看您在切菜，我就没想打扰您。哦，咦，这鞋怎么跌落着不穿着？您不是刚拖了地吗？妈，哦，您为了这个家真的辛苦了，每天干这么多家务活。哎呦，我闺女真孝顺。那你现在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妈您先忙着啊。哎，行，那早点回来啊。啊。辛苦了妈。哎呦行了，那去吧去吧。拜拜。哎行，早点回来啊。哎。这孩子怎么神神叨叨的。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开玩笑，我这人说话从来不出尔反尔。我刚才回去拿户口本了。偷的吧？会不会说话？能不能别说实话呀？没关系，我这人只看结果，反正大家都是年轻人。你要是后悔了呢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。这话应该我跟你讲。邹太太。邹先生。我觉得你不应该瞒着你父母啊。他们要是知道你嫁给我应该挺高兴的嘛。像我这样的条件。
就冲你这么骄傲，就得在你性格那栏里给你涂黑了。我性格怎么了？哪里不好了？再说了，你在乎我性格吗？是不是后悔了？旁边有离婚办事处，再给个机会，走，咱们再来一次。哎呦，行啊，苏先生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哎，我小姑和小姑父吧，一起结婚，双喜临门啊。不对啊，他们结婚十多年了，这不会是……嗨，哈喽，高大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谁啊？快叫人呢！我小姑高大上，然后我姑父大卫。哦，你好，我现在是高密的合法丈夫，我叫邹凯。我结婚了。我。小姑父大卫，我应该说中文英文，中文英文都行，大卫中文好，说中文。你好，大卫你好，你过来一下，等我啊，老公。啊，嗨，见到你很高兴。Nice to meet you。 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啊？真结了？天哪，他谁啊？我一次都没见过。他是邹凯，现在是我老公，他人特别好。我之后再跟你说吧，我结都结了。你什么情况呀？我这婚非离不可。不是吧，你真是和大卫来离婚的？你想清楚了？深思熟虑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你财产都分割清楚了吗？那几套房还有车还有存款，我知道大卫那积蓄可不少呢。离婚协议给我看看。我们俩有什么好分的？经济一直很独立，他的就是他的，我的是我的。高大少，你骗我干嘛呢？谁不知道当年他大卫做生意发财全是你给他出的钱？那都是当年的事儿了，现在提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能改变什么吗？行行行，你就说你挺精明的女人是吧？你可别关键时刻犯傻，老了之前不是跟我们说了吗？这结婚和离婚是女人的终身大事，你千万不能凑合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姥姥说了什么呀？那你呢？你结婚跟谁商量了？你妈知道吗？别说我了，高大上，我结都结了，你先说说你，你这是离婚，你这比我严重多了。我离婚谁也拦不住。高大上，姐，出大事儿了！想清楚了，真要离婚？你怎么不说他呀？他比我严重多了。你又怎么了？结婚了，钱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男未婚女未嫁，看对眼就结了呗。这该清醒一下的是高大上。我清醒什么呀？我因为相爱而结婚，因为不爱而离婚，都不爱了我还将就什么呀？这不天经地义吗？这是重点吗？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便宜他的呀？你给他付出了大好青春，还给他打下那么大好一片事业，凭什么好处都让那个女的占了呀？离婚就是离婚，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要什么事情都扯上钱，你贱！高大少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不也为你好吗？二位小姐，咱得冷静一点嘛，有话好好说好吗？让我缓缓。我呢，确实心里也恨过他，也怨过他，也想过，既然离婚了，我就好好的宰他一笔，让他知道背叛婚姻的代价。那后来想了想，婚都离了，
我扯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当初我们两个结婚，说好了丁克，就是要维持我们最单纯的感情。现在过不下去了，我不能背叛我自己的初衷吧？可是高大圣，你算了算了，我是彻底服了你。我还彻底服了你了呢。姐，其实我没想这么快结婚的。我之前心里估摸着，我先搞定他，然后恋爱，然后见家长，这一步一步的，怎么着也得小一年吧。这个谁知道连接吻那一步都没进行呢，他就跟我求婚了。那既然他敢，我一个一穷二白的空姐，我怕什么呀？这结就结呗，大不了先结婚后恋爱。真是疯了。谁疯了？你疯了。我看你才疯了。我看你是疯了。我问你高蜜，结婚是儿戏吗？那么草率吗？他们家那么有钱，规矩那么多，而且他明知道你掉凯子反扑过来，你说这合规矩吗？不合，对吧？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，这叫干柴烈火。我们都想结婚，都觉得对方合适，这就行了嘛。你们非得用一个标准去框死所有的可能性吗？而且我是认真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不就是担心我们不够了解就结婚吗？婚后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。这种未知的喜悦不也挺让人期待的吗？行，这样吧，如果二位小姐都决定了，我就剩支持。姐，你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就得活在当下。趁我还来得及过最后的单身夜，你们陪我呗。我，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看你现在这样都不像你了。别忘了，你可是打不倒的刘安。谁怕谁呀？疯完了再说。走。送给你们。
你怎么来了呀？给你打了一晚上的电话你不接，我以为你耍赖了。所以你就来了？啊，没想到你这么实在呢。那行吧，进去吧。